大师，白天正是我睡觉的时候。什么稀罐呀？我没藏零食，查寝归查寝，别打扰我睡觉。咦，看来给你机会，你不珍惜呀。你把孙悟空的床改当做吸管，从而喝到方便抽屉的奶茶。你有什么证据说我喝的？这独特造型的牙印，就只有你喝东西能留下的吧？以后喝东西再也不咬吸管了。偷鸡不成蚀把米。 我是高贵且纯洁的天使，藏零食是不可能的。咦，这块把什么？西瓜可是正经水果，你管不着吧？什么？大热天的，你一边吃西瓜一边喝开水，太搞笑了吧？除非你不学精，你的换工两得呀，居然想出西瓜泡泡面。牙膏吸吸洞，巧克力墨镜，偷偷逃不过我查寝大师的。 嘿，很好，木乃伊，你要当好榜样呀！大师，请放心，果然没被发现。所见即所得，谁又能想到我身上的口香糖和绷带是如此的相似呢？嘿嘿。